新出题。故事刚开始，两小无猜，一个不如几百，看另一个置身事外，走也分开会显得见外，朋友一起用手机自拍也多扣几拍，他们说的失败叫苦苦等待，不怀也不愿表态，现在这样看来行为太古怪，用一个镜头留下感慨，每次时刻一拜。胡市长，好了好了，哎，我终于写出来了。胡市长，好难哦。燃烧之后的余烬，这歌名有点难，我要跟着唱。有难有难哦。三，二，一，两难，叫做自拍。哦，自拍不搭，不搭，不搭，不搭。我也是自拍，我也是戒烟哎。模特，我一样。模特。很多歌啊，不搭，不是葛仲山的，对呀，对，不搭，有生之年。哎，其实李荣浩我最欣赏的部分，反而是什么歌词哦，词写的真好，有生之年，对不对？生命当中的遗憾，他本来想当一个飞机的驾驶员，哎，结果他脚后来受伤了，可能是因为人世间有很多的波折嘛，生病也有，车祸也有，什么都有可能，对。但遇到这些，生命当中必须懂得转弯，这个叫做转泪点 ，turning point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天地有不可匆匆，潮起又潮落，恩恩怨怨，生死白头，几人能看透？红尘，几生中。留一本情诗，留一本醉，至少梦里有你追随。不能只可以模仿罗时丰。哎呦，那可轻狂痴笑，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幽香。不能叫我的啊！三，不能写二，没了没了，两难，好。对啦，没糊没糊，因为唱到后面大家就知道了嘛。对对对，哎，你们这个剧有那什么样的转捩点吗？我们的戏就是一家人非常的小气。那小气有个目标，就是要买一个房子。哦，所以里面有很多存钱的方法。对对对，理财的省钱的方法这样。哦，我所以我家富贵发。哦，那转捩点呢？有没有什么巨大转捩点？后来有买到房子吗？可以说吗？要看了才知道。哎，哦，可以讲一点，不能告诉我们，不会剧透。Turning point， 转捩点应该是郭哥脱衣服吧？哦，爆点吧，奇怪的点。郭哥脱，它里面有裸戏，有它里面有裸戏，会不会有床戏？婉婷姐床戏也有啊。哎呦，郭哥跟婉婷姐的床戏啊。哦，郭哥婉婷姐是夫妻，曾婉婷是你妈妈。演戏啊。在床上演戏也到了可以演妈妈，坐在床上也